了解下。你受成这样，我一个干粗活的，你一个陪酒的，两个人凑一块干嘛？不就是玩一玩，解决一下生理需要吗？我们必须先找到那个。行动！他可能是个逃犯，走开！王建伟在哪？抓大买卖，我们想拖着你一起干。什么？抢劫？